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？天和地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他们又不咬我。黑风寨的蛇是没有毒的，如果你不去招惹它的话，它是不会咬你的。我也没招惹你啊，你不照样虐我？等我睡着了再走吧。你睁着眼睛怎么睡？我怕我一闭眼睛你就跑了。我像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？像。你干嘛？这样你就不会半路跑了。一二三，我睡了。陈明月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讲的那个电视剧吗？不记得。你是我老公，你要爱我、疼我、宠我、宝贝我、呵护我，为我付出一切，这样女观众才会喜欢。段时过境迁，浮生一梦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女人？